一诺巅峰赛撞车暖阳，且吃了一把暖阳的分。不过暖阳这一局并没有打野，小队长巅峰赛从来不抢位置，哪里需要去哪里。这一局暖阳玩起来一心，只不过战绩有点惨无人睹。而一诺则是拿出自己的 FMVP 射手公孙离，游戏开始对线狄仁杰。兰陵王打算反红，但是露娜红开，然后绕到发育路帮，一诺率先抢完第一波线，发起进攻，开始撤退。时间来到两分钟，兰陵王四级抓射手，我们可以看到暖阳是闪现跟上控制，想要救自家射手，但是并没有用，射手辅助全部倒下，暖阳也被一诺打残。三分半上路二打二，狄仁杰有太乙多了一条命，而一诺则被太乙收下。请求集合。应该打他复工。一诺经过长时间的发育之后，终于拿到了人头，而且开张就是击杀的暖阳。接着中路团战继续，一诺从中路河道一路追到了对面高地，再拿两个人头。花旗进攻，请求集合。十一分半，一诺回伞输出，被姬小满上来一套打到残血，直呼姬小满打人好痛。我靠，姬小满好痛啊！然而到了最后一波，再次击杀暖阳，暖阳总共死了三次，两次都被一诺收下。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。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。这一局吃了暖阳一把分，下一局两个人就撞到了一块，暖阳打野，一诺射手共同上分。就感觉这个凯是暖阳上了厕所去。